Hello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燕婷，欢迎来到大话成语。这一集跟您说一个成语，叫做一衣带水。这条成语出自陈后主传。陈后主本名陈叔宝，是南陈的最后一位君主。他在位时荒淫无道，苛政杂税特别的多，南陈的百姓对他是十分的痛恨。当时北方的杨坚已经取得了大半的领土，正准备攻取南陈。这个杨坚呢，他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，我乃是明知父母，难道只因为一衣带水就不去救南方那些身处水火之中的百姓吗？他的意思是说，像长江这条水系就如同衣带子一样，挡不住他南进的决心。到后来啊，他果然发兵攻打南陈。南陈的官员对着陈后主说，哎，杨坚他已经进军了。哎呀，没什么，杨坚他能怎么着啊？当年北齐三次进军了，都败了；北周两次进军，不也都输了吗？杨坚啊，照样不行。所以啊，对于送往朝中告急的奏章，他一律已读不回。到最后，杨坚果然直逼建康城，也就是南陈的首都，南陈从此灭亡。杨坚也建立了一个南北统一的隋王朝。这条成语就这样留下了。它的意思是说，像长江这条衣带子一样的水系，后泛指任何一条水系，或者是一条江河，挡不住两岸人的关系。这一集的大话成语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拜拜。